差不多。没有，其实刚刚那一个就是站上，他没有下，然后我到了，他差点没看到你，太遥远了。因为他都可能会打。我还是拿出去，不是单球，太辛苦了。会拿轻的，怎么杀出去就好，我就杀点就好了。他其实三优，三优，太硬了啦，手都受伤了，怎么下高杆？你怎么变前面的？他那里真的不会打了。他女生不会打的，这个灯光真的太刺眼了。没有，这个也很刺眼啊。对啊，有防守的，对，所以我说我是。下次要定一下哦，太出界不行，他太过出界。他还说他玩出上肩接中下，我看全都没有。他只接，他出上还不到。
今天怎么？